现在阿武带大家来到新月桥这。那这个新月桥呢，它除了兼具观光游憩的功能之外呢，同时它是也连接板桥跟新庄两地的居民往来沟通的桥梁哦。桥中间也有座椅，可以供旅客们在这里悠闲的坐着，也同时欣赏着这漂亮的夕阳河岸美景。玻璃帷幕吊桥，可惜这个年代久远，都已经看不到下面的河水。已经从板桥那一边走过来，这边就是新庄了。从新庄端那边下去呢，就可以到新庄老街哦。好，从这边右转过去就可以到新庄老街咯，庙口就在前面的武圣庙，建庙262年。啊，这条就是新庄老街了。第一市场对面这边，新庄马池右宫这边有一家润饼卷，很有名哦，蛮好吃的。这一块是新的草头，可以看到下面的河水在流动，很漂亮吧。今天甘蔗澳放空区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咯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